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迷斯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今天和小伙伴一起来玩迷斯拉头上有神器，这个是我的头上有神器，走喽！看看这作者葫芦里面卖的什么呀 ？Go go go！ 吃个烤鸡，怎么给我弄得这么丑啊？自动跳跃走你，稳住不要放，我行我行我能行。这边也是按部就班的走，肯定不会打脸。嘿嘿嘿，这个小板还想超过我，根本不可能。哎，大哥不要急我，有话好好说，慢一点哈。怎么飞刺？下面都已经打起来了，这走哪里了？哇塞，走这么快，走到我的眼睛了。好，还有，再来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还是一个一个跳吧，稳一点，加油。不知不觉已经到达头顶了，我说什么了吗？到达我自己的头顶，我不想干啥干啥，先上去再说。嘿嘿，拿拿再拿再拿，这个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拿满了可没有东西啦，他跑哪里拿了？你是认真的吗？小伙子一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我劝你做一个好人，先把这些都给炸了，先炸了再说，这样谁都把那神器拿不了了，只有这么多。嘿，你要干啥？啊，哇，激光雨，好黑哟，难受不难受？哇塞，我自己把自己都给玩坏了。吼吼 double kill， 看到没？哇塞，脸都给炸没了。那好的，皮也皮了，浪也浪了，那我们今天就先玩这儿了，那就下期再见，拜拜。